哦，中了，进来了。看到这里了没？这里是台子渔港，今天我们要去台子口科棚钓鱼。哦，要来这边钓鱼，一定要先去那个安检所那边报关出海啦。嗯，好，希望母光的时候水势会很优，因为刚封面台刚缓和下来的第一天，先冲了，看看今天会不会有很好的成果。好，那我们就等船家来喽。OK， 开始挖喽。看，哈，我一直都钓螺啊，那一只很大只啊，哦，干死了，哦，因为我这边会卡、啊，我刚跑那一只，可惜了，那一只很大。干嘛？应该是慢吧，或石斑吧。还在炖吗？那你把它盯住啊。应该卡住了。弹线看看啊。我觉得是慢嘞、欸，不是呢、欸，感觉不是，是吗？不然就是扭啊！你不能浪线啦，你线用很粗吧？五号。对啊，五号不能浪啊，你浪就钻下去了。那就是钻下去啊！你就要盯住啦，盯住，然后卷啊，卷啊。啊，石斑对不对？用捞网捞啊！哦，大只哦，哦，哦，粗！哦，值得了。水哦，哦，很大只啊，应该有三斤多啊。
水哦。哦，中了！进来了！哇！哦，舒服啊！进来，真的进来了啦！会吃就好了，开始会说了哦。中了哈！哇！尾雕啊！你收了、啊？他要打电话说要收了、啊。怎么那么早？他不是说三四点？太夸张了，竟然这时候要收！威哥，这时间收还不如去我的科棚。怎么这样呢？风浪又没有很大，对不对？奇怪了，我真的是搞不懂。我真的是搞不懂啊。